我什么啥呀？刮到我了，你看裤子都刮烂了。哎呀，我刮到你裤子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整天看手机的。怎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哎呀，我让你感觉，你整天看手机肯定没有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哎呀，那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大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一句不好意思就行了。啊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我这条裤子呀，我是从外地寄过来的。你是不是讹我的？你自私的吧？你看你这边都烂的。什么讹你啊？要讹你也不在这个荒山野岭讹你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可知道我这条裤子多少钱呢、啊？多少钱、啊？2000块钱呢、啊。2000块？是啊。哎呀，你看现在烂了，你叫我怎么穿出去啊？哎呀，帅哥，你看我一个这乡下婆没有那么多钱赔你啊。我不管，赔钱。哎呀。要不这样吧，去我家，我给你缝一下就好了。哎，缝过还能穿吗？我从来不穿缝过的衣服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本来是2000块，我现在也穿过十多年了，300块钱呢，收你300块吧。300块？是啊，优惠你一大半了。哎呀，100得了吧，我真的没那么多钱。100啊，100，等一下，我不行啊，我还没要你那个空运费啊，我从空运过来的要800块运费啊。你确定要300块？确定，赶紧！我跟你说，等一下你不要后悔。怎么后悔啊？你刮烂我的赔钱，这是天经地义，是不是？行吧，行吧，算我倒霉了。谁叫你拉财、哎、你就拉财，还要看手机，是不是？哎，来，给你。这怎么怎么？下次注意点啊！哎，走什么走啊？又怎么啦？钱给你了，裤子给我。什么裤子给你啊？你刮烂我的，是不是？现在我。相当于我买下你这条裤子啊，大哥，把裤子脱下来给我。哎，不可能的。什么叫不可能啊？你不脱你就别想走。哎呀，你叫我脱了裤子，等下我怎么找回去啊？那是你的事。哎呦，不行。不行，不把裤子给我就不要你走。哎呀，你怎么死了啊？脱不了，不脱我把你脱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算不倒霉，哎，这样。是。钱也不要你的了，行了吧？不要不要，那你把这条裤子买回去的话，那就给多500块。500？是啊。这个不行。不行，那你就脱下来给我，我给回这300给你。拿下来。500太多了，不行啊。不行不行，你再把钱给我，把裤子给我先。哎呀美女，这样不行啊。拿来拿来。哎呀，裤子给我啊。哎呦，你这小子啊，想讹我没门，跟我斗你还嫩着点呢，哼！哎呀，哎呀，没想到这个美女这么牛的，哎呀，要我脱裤子，还耍赖，叫着我衣服，真的是我干了99单，从来没失手过。哎呀，今天塞在这个美女手上，哎呀，真的是白了夫人又出兵啊！哎呀。